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日日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汉服发型教程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准备两种发包，一个是这种小号的花千骨发包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一个长的曲曲发发片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然后我们还是国际惯例，把这个头发上面的这一部分呢，戴成两个小揪揪，然后掏出我们的假发片，用一个一字夹把它固定住。然后从后面分出一绺头发，把它打成麻花辫，然后把这个头发叠起来。赤壁几头